时我领养了一只狗，说哈，我没有宠物包哎。等一下你说宠物包吗？你这样放观众朋友，不要说宠物包有什么介绍的，我转过来你就知道。对呀、啊，你也太宠它了吧？他杀了好像。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又是什么保值，后面又多少钱？哦，它也保值，好像多吧。但是因为里面我真的手机都放不下。这双鞋，这女孩们一定都要了。这鞋贵吗？我觉得超过10000块的高跟鞋，我觉得什么东西？没关系，我也是跟小杨哥讲10000块。这个包是我觉得买过最实用的一个东西。对，那买它的时候那时候是10多万，现在要多少钱？大家应该知道，4倍应该要。要啦，而且代购甚至要5倍。10多万的4倍，5倍，快50万。老公，老公，咚咚咚。老公，你没有带钥匙啊？没的，我不是有带啦，太东西太多。哎呦呦呦，哎，你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啊？宝宝睡包哎。老公，我跟你讲哦，买了一个哦，会让你很舒服的东西。有你在的每一天我都很舒服啦。这个更舒服。哇，老公，你看，是按摩枪。哇。老婆，你知道我一直想要买一支按摩枪，因为每次我那肩颈酸痛的时候，你帮我按，我就觉得那个力道不够。那按摩枪哦，那个打到我的那个哇，肌肉里面一定很爽。来来来，给我寄过来。老公，这个很厉害哦，我看人家在卖哦。哦，这感觉就很强哎。耶！哎，还有断，它有断数，要调重一点。哦，重一点。嗯，奈安内，我等下最强的好了。哦，最强喽。对。老公，他怎么碰到你就停了？这么姐，啊，你这支要多少钱？也不便宜嘞，这支500嘞呢。500？对啊。我一直在看那支要5000，你知道差别在倒位不？嗯。马达不改。我上次按什么摩啦？啊、是我帮他按摩，还帮我按摩。没关系。你买一堆这种没有用的东西，你可不可以搞清楚再买啊？那是因为你肌肉太发达，这个我可以拿来。按年呐，好了好了，老公没关系，我跟你讲哦，这是其中一项，我够就厉害。我们是不是常常在看电视拢爱吃这个洋芋片？嗯，是不是？是。来，你先帮我拿着。跟你讲哦，每次都是手，对啊，你看手都脏脏，好不好？你每次你看这，这样子很脏哎。啊！我跟你讲啦，你看这有没有很可爱？小手手。小手手，那你让哦，就免摸手，咱就捏起吼，安尼就当食。老公，一次再一次，来，老公，诶，为什么？这是夹被暗了。可能没关系，没关系，可能一次夹一片就好，就比较好夹。老公，你又去哪里买这种废物回来？没关系，还是有用的。好，那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最厉害，因为你知道啊，我们是有知名度的人，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赚了那么多钱，不能让大家知道，对，所以这个账单我们就要把它碎掉，销毁，销毁。你买那个碎纸机，我就知道我老婆最聪明了。哦，超好用的，你看看，你看看，这是削铅笔机还是碎纸机？不是，碎纸机超好用，来，我试给你看。超好用的嘞，老公你看，等一下哦，有点不好弄。我们两个合力。老公你帮我压着。哦，压着。对，哎，老公你。哦，有用。老公。哦，来一张了，来再来一张，哎来，加油！我是买这个东西来帮你加油的哟。不是、啊。你每次买一些东西，这不是没有力的，不然就是要出很多力的。你到底在干嘛、啊？不是老公，因为它太厚了。老公它。我们就把它要把它撕开才能弄啊！啊，哦，等一下，老公，我接电话。喂，哦，你已经送到了呀？好好好，你在那里等我，我现在下去拿。老公，我下去拿东西，我的包裹来了。还有东西。有来等我啦，等我，老公等我啊！一天到晚买一堆废物，到底是要干嘛啦？那不是废物啦。老公，我跟你讲，有一天你一定会用得到的。有句话叫做"小孩才做选择"。嗯，当然啦，我跟你
你讲，这些我全部都要，因为呢，以后一定用得到。是吗？一定。我觉得女人真的很恐怖。哪里恐怖？哦，白买物件，买一挂衣服又没掉，哎，这妈妈又没掉，衣服嘛又没掉。那是你不懂。对，我们怎么样都会找到方法去用到它。所以今天我们邀请的几位来宾是来分享他买了多少废物啊，也不要这么说，对他们来讲都是宝贝呢。哦，好，欢迎这些宝贝。欢迎宝贝，欢迎宝贝。我们常常都会说啊，没有啊，我可能就是一时冲动啊，啊，就那天也不知道怎么了，都给他们弄安尼讲，都妹啊，我不承认啊，你不承认，对啊，一开始都不承认啊，没有，因为女生眼光看比较远，真的，虽然你近几年用不到，但是像我女儿嘛，买包买鞋都是为了传承，对，有一天她长大，所以你是买一堆遗物在家里，对，没有，哥你也知道，流行这种东西是一直在反复的循环，大概通常是10年到15年会再流行回来，那我现在用不到，我女儿长大是不是又流行？没错，没错，这个我支持你。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好。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一凡这个他要传承给他的孩子是什么有用的东西呢？这些东西看起来不会是废物、啊欸。你好好拿，你好好拿。对，我买的都是经典跟永恒。对，像这个包呢，这个包超级无敌实用。它的故事是当时我领养了一只狗，然后呢，我领养它的当下，我想说哈。我没有宠物包哎，因为那狗领养来的时候是小小的，然后瘦瘦的。等一下你说宠物包吗？你这样子放观众朋友，不要说宠物包有什么好介绍的，我转过来你就知道。对呀、啊，我们不要讲哈，它是什么牌子？你也太宠它了吧！宠物包，你是宠包还是宠物啊？我就跟我的姐妹她去逛这个牌子的时候，然后她说蔡一凡。就你写你的名字，然后我们就看一下，我说哈，可是这好大，有一点重，有点过大了。然后他又讲了一个关键字，因为我的狗叫比比，他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放下比比？哦，讲到这一句，我想说有道理耶，的确你要拜耶。对，但是呢，因为比比就是后来在我们家养尊处优，吃的雄厚啊，对，啊雄大口啊，金马更没有。五年当中，我真的装比比只有两次。是咖包要多少钱吗？你猜？我对这个东西真的可能就20万。你时尚人士，20，真的十几就有了啦，不要到20吧。对，姐，我当时想说它的 tote bag 当然就是在10出头，对不对？对对对。可是因为它这个是限量款季节色，然后它的那个也不是帆布，对不对？你记得它这个 tote bag 是帆布，它是麂皮跟那个皮去拼接的，所以我当时就以为10出头，然后刷卡掏出去我都没有问多少钱，哇塞，就一刷我就。就背脊一凉，抖一下。他说：“哦，不好意思，他好像是经典款，因为他刷了好像17多，17多的宠物包，但是有超乎我的预期。像我以前呢、啊，曾经就是要去买包，对。然后我这人其实比较节俭，然后他就跟我说这个包要10万，我说啊，10万我可以买一个床垫呢，对，可以睡10年呢。对呀、啊，我就说哇，那这样，就我旁边的朋友就说，小姐。”你可以把床垫背出去吗？我说，哦，对耶，好就买了。你看姐妹的一句话，真的有道理。女人买东西的价值观真的。不会啊，我们可以背很久。没有，哎，这个对啊，我工作还是有用啦。那我这个杯子有什么好介绍的？哎，轻一点，它是古董，我背都湿了，是遗物。没有哥，这个是呢 H 牌他们跟知名的自然学家是 Robert 去合作的一个手绘的这个爱马仕的 H 牌是什么？晃倒汽车送的，就是汽车买车送的茶杯。好啊，那我要承认，当时是因为我们想要配货，你知道这个牌要配货，对。然后我姐妹其实那天我没有要买，我姐妹说，哎，你帮我配一点。你说的 H 牌是橘色的那个，对对对，他就说你帮我配一点，我就想说好，因为我那时候刚搬家，然后我说来一点。新的餐具好像也不错。观众朋友可能不懂这个到底是名贵在哪里，你看这个盒子你就知道，这个杯子哦价值非凡。你猜这一组这多少你会买？你说这一组里面两个，就两个杯具组吗？看在这个牌子的面子上，我猜个8万，哇，好贵哦！8万，我卖你，不用。你觉得不用对不对？2万有找哦，所以爱马仕其实没有那么贵。哎，那这样送人其实也蛮好看的啊。我收到这个礼物，我知道这个价值，我心里我表面上在说哇，真的啊，好棒哦，爱马仕。好假哦。因为心里在想什么？2万块你可以包红包给我。你好，太务实了耶！这是一种纪念，你看到他就想到说，来阿姐啊，送你，你会讲2万块，甲这你变成算对一个。
阿姐你好好跟我关系。外孙子。哦耶！这个每次看到都会想到他。对。钱就花完就没了。姐妹的情义无价。对不对？得有没有得分？可以了哈。得分好。然后这个呢，我承认他就是岔走无误。岔走。他就是岔走。就这样子。还有这个吸盘。啊，我知道，我们在喷法力箱的时候，啊，对对对对对，哦，你懂了没有？对对对对对，丢，打开来教。但这个有什么好介绍？但是呢，它其实是妈妈不是都要洗碗吗？对，它其实是挡水盘，挡就是它就很像挡泥板，但是它是挡在我的洗碗槽挡水盘。然后呢，你就是把它吸在你的那个琉璃台那边哈。啊，阿丽就安尼说。啊，讲到这是我的琉璃台，小小的，阿丽就安尼说，安尼安尼，好傻眼，然后所以不用穿围兜兜，但你手要一直这样啊，对啊，你够丢啊，所以我每次洗完我都觉得我手要废了，这是有事吗？这样子洗腰很痛哎，对，你是穿围裙不就好？而且我后来想想，没错，它就是垫板呐，我拿我女儿垫板就好了。哦，你老公有录了 VCR， 老公也是你收藏的废品吗？你买这一些废品的想法，因为我老公他总觉得就像。哥一样就觉得我买得很废。当初买这个包是说要装比比的，对，你记得吗？哦，我记得啊，大概装过有没有两次，可能没两次都不到，而且好不好？做第一次也是我背的，因为这个包非常的重，非常的不适合去当成所谓的宠物包。而且底是白色的，对，底还是白色的，这就厉害了。因为它是白狗啊。哦，白狗，对，所以要配一个白色跟黑色，这跟那个不 make sense。但是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包来装这一只狗？我也是搞不清楚。而且它现在这么胖，它怎么进去？它怎么进？你跟我讲。还有搬家搬来搬去，常常看到这个橘色的 box， 从来不晓得是干什么。然后开了以后，哦，原来是买了一个这个。茶碗组很美，你不觉得吗？嗯，美，我不敢说不美了，美是美，但是谁会去用这个东西？我最起码我不会用，所以说就是浪费钱，乱买这些东西。我只是搭配你的身份啊，我没有什么身份，你都说你是贵族什么的吗？我没有，我从来没这样讲过。我现在我都拿一般的铁杯就可以了，马克杯铁杯就可以了。阿伯用的那个铁杯，那你觉得他很定得吗？我觉得啊，还是有没有要不要这边现在可以抛售吗？嗯。大家可以出个价。对，我老公是说，他希望他不要再看到这个悲剧。它比较不像是实用的东西，它比较像是个装饰品。但是呢，我也买过超实用的东西。这一组呢，我真的是要给自己拍拍手。你是说这一组吗？你猜这个是干嘛用的？这支吹风机是两支加在一起，那个胡椒的胡椒自动胡椒。平常爱小酌的人都一定会买这个，尤其是呢，你当你要开这种有软木塞的红酒，哦，它是开瓶器，对啊，因为里面有这个螺旋状的那个。哦，这个开瓶不求人，超级无敌好用。因为以前，因为我们女生手指比较没力，你如果用转的那种再上来，它是不是很容易裂掉？而且很危险，有人曾经这样拔起来就撞到鼻子，然后裂掉那个软木塞掉进去，这个好久就毁了。对，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很痛苦。开这个瓶，你只要这样子，然后对准，然后直接插进去这个软木塞里头，然后它这边就有个按钮，对不对？对，你就往下，你只要先固定好，固定，然后往下，要往下压吗？有吗？哎，有哎。啊，往上传！对，你看，你看，上来了，有没有？哇，好，安内德后啊，哎，这个很好用哎，就开了，而且是零失误。是，然后想说那这怎么办？怎么拿出来？对不对？对，你就按这个，它就下来。另外一颗钮，它就自己出来了，这超好用的。对，这真的是开瓶不求人。哎，这个，哎，这个超实用，是不是？通常你要请客或者朋友来家里小酌，要醒酒，是不是很怕炸？对啊，就出去大家就被叮啊，一直醒什么醒，然后就会忍不住要喝。这个是可以迅速跟空气结合的醒酒器，是醒酒器。对，它是电动醒酒器，然后它插进去之后完全不用等，也可以也可以。就完全不用等，这个位置是要干嘛的？它就是杯子就接，你只要按这个钮，它就出来了。然后出来的味道就是醒过，这样。哇，这不错哎，很好用，对不对？感觉喝红酒又有另外一种情趣。对啊，来看看另外一个是不是也能够传承的好东西。小梁哥受得了你这样子买东西吗？这也是传的很啊，是不是提升他的生活品质，开他的眼界？对。
但是就目前这样桌上看起来，觉得还好啊，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好用。这个包包购物袋很好用啊，那么大。因为我就是才刚去那个泰国回来，对，那我去的时候呢，大家就跟我讲说，啊，你就是很多女生朋友，你去那边要这个 G 牌哦，对，现在很红，对，那边超红。他说你一定要买，想要买他这个包，这个包就是然后网红啊超爱的，对你发 IG 都会看到，对，然后说而且难买，你可能买不到哦，这样子。然后我想说好，既然有经过，那天还下着雨，我就把老公跟孩子就是留在骑楼下，然后我就冲过去，哎，居然有，对，我就立刻，我也没有试背，我觉得有，我就赶快把它买回来。就等你的，蛮好看，蛮方便的，因为它大又没有拉链。它就是，对，你只要放在任何地方，它里面的东西就是这样，啵啰啵啰啵啰啵，掉出来，而且它很软，它不像一凡那个是硬的，是，它就是软软软啪啪，然后里面的东西就啪啪啪啪，而且装满很重，因为它很大，而且你出去的时候会提心吊胆，是，因为担心东西不见。好，再来什么？再来呢？这个也是，就是皮包都没有，没有，这很可爱呀，你猜不出来是什么？皮包，它是护照套，就是这边可以对护照套，但是因为就是太喜欢了，第一个怕弄丢，第二个就是怕说放在桌上它会不会弄脏，对对，然后呢，实际过海关的时候又要一直拿出来，对对，然后就会显得很啰嗦。你知道我以前也买了一个 LV 的，然后呢，我们就想说，嗯，这样过海关的时候就夹得好好的，很优雅，递出去给他，他马上拿开丢出来给我，然后说拿下来，对，拿下来，拿出来。对啊，所以没办法用。对啊，后来不是有规定说，就是护照不要放套子吗？对，不行，对，所以只能够就是拿出来拍照。这要不要两万多、三万？要那么贵？要两万吧。我真的买很久忘记。一万二，绝对也是破万的啦。一万二不止。鞋子有什么？没有。鞋子 OK 啊。这双鞋，这女孩们一定都要，对呀。这就是那时候 Sex and the City 那个就是 Carrie 穿的，对，欲望城市中一定要讲到的牌子。那它有出很多颜色，对，那这个颜色呢是那个时候我在日本的时装杂志上看到有一个模特穿，她不管配什么，配牛仔裤也好漂亮哦，是啊，配长裙也好漂亮，不管配什么颜色，你都觉得哇，她脚上那双鞋好醒目，然后好好看，对，对，然后我就去订了，我等了很久，我发现为什么人家在杂志上穿很好看，我怎么穿怎么怪，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龙袍的黄色，就是真的黄金黄，不管配什么，它就是。真的非常的醒目，一起穿，一起穿，对，好贵气，好好看哦，帅哥，就你的鞋了，好看，好看，是哦，就我的鞋了，对，你的鞋，而且你脚也是很，很会，原来是你的鞋，好美，而且好大，今天黄哦，对，多巴胺色系，好美的，好看呢，好好看哦，好看，鞋真的好走，好，它在我心中复活了，这鞋贵吗？贵啊，这鞋不便宜，很贵，不便宜啦。我觉得超过一万块的高跟鞋，我觉得什么东西？假币在币给，我的假币高跟鞋，没关系，我也是跟小杨哥讲一万块。但他大不是，对，这个那时候买好像将近五万吧。对，就不太那么实穿嘛，以这个价格来讲，对对对，但没关系，穿它去赚钱回来就 OK 了。对啊，我买东西都说这件事，这个东西可不可以让我赚钱啊？可以，好，那我就买了。对，或是今天可丽姐有讲到她很招财，我就把它当装饰品，摆在家里面招财。你如果要摆财位哈，你这个鞋头一定要朝内。让钱走进来，不要让它走出去。哎，没有迷信，越讲越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用。然后嘞，菜刀吗？这个呢，我那时候也是看到人家介绍，我觉得哇，好神奇哦！它是拿来做什么呢？就是我们不是没有，我们不是煮鱼的时候要切丝，那样很漂亮。对，可是葱丝很难切，对，很难切的，像人家那个外面那种就是师傅切，还会它里面滑滑的。对，那它这个号称是可以，就是。一刮下去，它就是一条，就废了。对，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会这样。斜一点的，你不要直着切啊，这样斜一点啊。你斜就都会这样断掉，不好用。对，真的就会断很多血血出来。我别开，阿内利亚，对不对？对，另外一个我也是，就是买了以后很少用它。那时候看人家也是说很神奇，你看，你猜它做什么？就打蛋嘛。打蛋，它是这样，旋转跳跃，有没有？有没有很厉害啊？这跟我这样子差别在哪里？对，所以后来我就是发现我们可以做这个实验，我们请可丽姐帮我你用传统的打蛋，然后我来用这个比较快吗？对，预备，好，三二一，好，三二一，
有点多。哎，你这样子，婆婆会把你赶出去。没有，而且你会发现你打得比我还晕。对，有点多此一举，而且这样很轻松。你在那边好难洗呀，那个很难洗，筷子还比洗这个。其实他不是要这样子啦，你不用这样，你就。哦。这样啊？对啦，这样还不错。好，所以是我的问题，是我的问题。哎，你很厉害耶！哎，心好男人哦。好了好了，有点不 OK。对，你到底有没有 OK 的啦？绝对有。对，接下来我就要给大家看，我都觉得非常满意的东西。还有，Stacy，你刚刚买了那么多东西，请问你老公小梁哥都知道吗？他不需要知道，对，知不知道都哎。那他对你那些废品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吗？我们现在就听小梁哥怎么说。好。关于他买的一些东西，我是觉得很好啊。像比如说这个泰国买的什么潮牌的大包包嘛，哈 ，OK 啦，总比那些小废包什么都放不进去那好太多了。但是你不需要包色吧？买一两个，买一个，我觉得就 OK 了。为什么要包色呢？对不对？在说什么或什么或什么镶钻的高跟鞋，那是干什么？我们小孩还小，对不对？当亲家母、丈母娘，那个时间还很久。你现在买那种穿喜喝喜酒穿的鞋子，有意义吗？还有说什么那时候买的包包啊，现在很值钱？那当然了，通货膨胀啊，对不对？现在当然值钱了、啊。不过没有关系，那买的都很好。你自己买的嘛，啊，想怎么买就怎么买，好不好？果然是好老公，真的，对，而且我们女性财富自由，我们很认真的上班工作，犒赏自己一下，时不时用，我们开心就好。对啊，他刚刚有讲到重点，都是自己的嘛，自己买的。但这个东西会不会笑得太开心？我跟你讲，我现在就要来证明，我们刚刚这些女生做投资的时候，一些说法都是真的，真的传承，真的。这个包是我觉得买过最实用的一个东西。对，怎么说呢？这个也是 H。这个包包呢陪了我非常久。这个包包叫什么名字？它看起来很新哎，它叫做 Kelly 包，就是传说中的凯莉包。对，就是它。刚刚一凡所说的那些碗盘呐、啊，都是为了它，就是为了它。你没有买那些东西，你买不到这一个东西。你懂了。这个东西呢是当年呢，就是这个 H 牌呢，在那时候就是环亚百货开了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店。那时候还有环亚百货，现在好像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那买它的时候，那时候是十多万，十多万那时候觉得现在买不到了。我跟你讲，没有，那时候十多万你觉得好贵哦，十多万呢？对，不是，这个十多万叫便宜。现在要多少钱？大家应该知道，大概3-4倍应该要。要，而且代购甚至要5倍。十多万的四倍，五倍，要50万。人家都说，哎，你们女生骗人啦，什么买这些东西保值增值是骗人的，真的，真的，真实发生，而且它是怎么样？它是黑金，更黑金又比黑银要来的更值得。好，那除了这个，这个得分，我跟你讲，得分了，对不对？全场都认同、okay ，认同你的眼光，认同我的眼光。接下来我要讲一个最近让你批判这个收藏，哦，你的收藏，对，我的收藏，最近这个收藏呢，我喜欢收藏伞，而且我跟你讲，它每个有不同的功能，人见人夸，这个呢。它是我们叫做伦敦地铁防撞伞。首先，它自动伞，可是它好轻，对，你可以拿看看，都超轻。通常一般都好重，真的好轻嘞。而且呢，你看啊，它最厉害的，当它有一个360度这个，看，这可以旋转，这什么功能？旋转的这个伞骨，对，伞骨这样旋转做什么呢？我要请可莉姐跟我来一下。不是在路上走，有时候人很多的时候。撞来撞去，然后一下撞到人家这，一下撞到人家那，啊，一直拍谁有没有？对，看他哦，对，他会自己旋转呢、欸，要不然通常他会一 K 都把你的伞 K 掉了，可以左可以右转，很酷哎、欸，你再撞我一下，这算是安全的、欸。喜欢、而且没感觉、欸，就这样子滑过去、欸。在路上遇到说，哎、欸，你也拿这个拍照伞呢？哎、欸，好臭屁哦！就这样子玩，哇，玩起来、啊，按了就收，哇，按了就收，不费力哦。对，非常厉害。可以请这一把，我好喜欢哦，这个颜色，这就是军绿色哎、欸。对，这个也很厉害、欸。好搭你今天的衣服哦。我跟你讲，那我就先讲这个，这个叫做闪收伞。第一个呢，大家可以想到家里面的老公有没有？对，
常常就是你看到他们回来那个伞啊，都给你折得乱七八糟。对，那像我们这种有这种强迫症，对，你会想说要这样一折一折要折好，收得乱七八糟，然后有时候太用力折，有没有？你还把那个伞骨又压坏了，有没有？他不会，他这边有一块布。对，好，神奇的来了，神奇，三二一。好方便，非常整齐，这太方便。对，因为它这个是一个高科技记忆的一个伞布，是，对，所以它会顺着这个皱褶直接就是很好，伞收它就不会折乱七八糟，就不会很多强迫症人一直要把它折得很整齐再收起来。有时候你真的你马上上公车，然后又要收，你实在很难在那边折，对，然后折得乱七八糟。再来，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伞面。这边有这个，它是360度的这个反光，然后呢，在300公尺外，你都可以看到它会亮。300公尺，好安全，对，就很安全，也可以给长辈用，有没有？对，老公、长辈都很适合用这个伞。那刚刚讲就是老公、长辈，对不对？小孩一定要有这一支，我儿子随时身上都有这一支。就我刚刚说的超级轻，超轻，这一支我也有，我那时候去日本。然后它真的是轻到一个没有感觉。你有用过这个牌子、啊？我用过，我拿这个养乐多比你们就知道，113克。那我们用这个，这支超级轻，啊，86，比一瓶养乐多还要轻，对，86，小朋友真的很轻。像这种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不够大啊，什么雨来了，我跟你讲，因为有时候你不知道雨什么时候来，所以你这么小其实可以赶快暂时啊防雨一下。而且随身带一个这么轻的雨伞，对，因为你要随身，又好收纳又小支。对，好，再来这支也很厉害，这支是我们的白金汉自动开收折伞。首先，它里面有用到我们的20K 金，大家看这个伞扣。非常的美，而且它是台湾卖的非常好的一把伞。除了这个之外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伞柄，金闪闪，金闪闪，也是20K 金，非常美，对，很贵气耶。而且连这个伞柄这边的这个mark 装饰也都是。20K， 它这个扣子上面也都是啊，这超贵气耶！像这样，我又要说它是招财伞了。对，而且再来有一支，我跟你讲，女性超爱，在日本已经狂销，台湾只有少数的限量，是什么呢？这哪一个？超梦幻的降温伞，降温伞。夏天很热，对不对？我们在外面都觉得说啊，好怕晒哦。然后你那个妆都花了。对，这一支首先你先看到它这个刺绣，好美哦，非常的美。打开给大家看一下，好美哦。再来，你在里面15分钟内降8度，可以遮光降温，对，自然在里面你就凉了，然后走在路上高贵典雅，对，妆都不会花，真的，哎，这很神奇耶，是不是？就是大家你不要弄那老光，刚刚你不老光，哎，你怕你的时候，可是今天没热呢哦，因为你知道出外景真的是，就算你撑伞，你都超热，很多地方是没地方躲的，对，在里面你就凉了，而且还有一点也非常的重要，什么呢？它的这个伞柄啊、伞骨，大家有没有经验？就是说，以前常常就是有的伞有没有这个会刮手，小朋友会刮伤嘞，对对对，这样撸一下，哎呦就受伤了。它完全不刮手，做得非常的好。还有一个呢，是它终身保修。怎么讲呢？我们平常在那个便利商店买伞，一把大概也要上百块嘛。对啊，对啊，对啊。然后一年有没有买10把？有啊，坏掉了就丢，坏掉了很不环保。对，因为在日本他们有统计哦，一年要丢2亿只雨伞。哇塞，非常不环保。但是我们家的伞呢，终身的这个保修，你买一次，只要之后坏掉，付200块钱的运费，他就帮你修到好。哎，但是我说真的哈，你这都难讲哎，没准啊。我们总是要请到一个是不是真的来证明一下你说的都是真的达人，欢迎我们的达人板帅。板帅好，刚好今天你就在现场，对，来证明一下他讲的都是真的，有那么好用？以前我们会撑雨伞，对，就只有下雨天的时候会撑，对，但是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太阳太大，有时候女生怕什么？晒黑啊。他的防晒的话，我测身边看，对，就是我们一般在照的紫外线哦，因为这种紫外线对我们皮肤伤害很大。哦，这个是紫外线的感应卡，但是我们的哇，它的防晒系数，你遮住的都没有变色，但刚刚照到阳光的全部都变紫色了，就等于说你不用擦了那么多的防晒，有时候会黏。对，我们自己在外面，它就叫晴雨伞，就晴天也可以撑。哎，不骗人哦，你看，我现在这样照，整张就是变
紫色了，冷当就变紫色了。哇哦，刚刚当初有差哎。第二个就是什么？第二个就是防泼水。防泼水，因为很多雨伞你可能开车也好，你可能雨伞收起来，那个水就滴的整个到处都是。对，不然就是你要进公司、进百货公司，以前都要用那种套子，塑胶套套着。对，或者是回到家的时候滴的整个到处都是。对，怎么办？它的防泼水做的非常好。哇哇哇哇哇！有看到吗？哇，直接滑下去，它是整个水珠状的。它是整个水珠状的，然后收起来，然后收起来，抖一抖。你看一下，它整个还可以这样哦，干干净净的哦，好不好？它是整个很干净。你像好的雨伞有没有在外面？你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它可以帮你撑起一片天。可是你买到一只烂的雨伞，就像外面窗外小雨落不停，你下面整个，你里面整个像尼加拉瓜瀑布一样，整个落不停，会变落汤鸡。因为它的缝线缝不好，外面很多都这样，对，所以你外面下雨，你里面也在下雨，没错。再来就是什么台风天，而且不好收，回去还发霉。有时候拿雨伞，台风天最怕就是怎样，拿不住，对，会这样子，对，跑来跑去，而且雨伞会开花，对，不然就是遇到台风，它这边很快就会断掉了，这样超尴尬的。对，可是这一支好处就是，天哪，很耐用心，跟你们练功一样。我要女生试一下，这样对不对？对，再一个，哎，哦，这女生都好用，我觉得这个是我都会有兴趣的。一把伞，见人夸，对不对？加一加一加一，买一支，马上又想要再买另外一支。好，谢谢板帅，谢谢 Stacy， 谢谢，介绍了好东西。在咪咪介绍你的备品之前，我刚刚觉得我一定要讲一下自信。你干嘛有情绪呢？怎么了？其实不，我不是有情绪，我觉得他妈妈真的很有趣哦，可爱啦。自信他妈妈呢，也是一个很喜欢买东西的人。嗯嗯嗯。那他买的东西，我可以好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可丽姐，这个睫毛，它是磁铁粘上去的，很棒，时髦哎！现在很流行，近几年才流行的，但是可能不太好操作，因为它是两片磁铁要粘在一起。他妈妈买了这个东西之后，他只试过，然后连用都没用过。他不用粘胶，就不会一直睫毛拉扯，把自己的东睫毛都拉坏。但是你这样上下一片这样夹，但要对齐把它粘住。你知道他光用就要用好久了，以为方便，但你要对准就很麻烦了。好，接下来。这个叫做按摩床，这按摩床这一台要多少？十万？哇，有一点点。这台十万哦。可是老人家容易。对，因为他妈妈、他爸爸是地砖师傅，然后做出工回去很累，他为了他爸爸很贴心。对。但是一躺上去发现，哇，不行。怎么了？因为你是躺在上面，跟我们做按摩椅是不一样的。那个重量下去，他后面那个滚轮在滚的时候，太重了，受不了啊。修多烂烂。然后他上面这两块是什么？这是沙袋。沙袋，他是为了怕你不够重，你压在身上可以更重。负重。他爸躺了之后再也没躺过。接下来看到这边有一台机器，有没有？这个我知道，这个叫水氧机。对对对对，就是当你在泡澡的时候可以打水氧，还有精油。哎，不错，这边有精油，精油还有各种味道。当你泡澡的时候，那个水氧打着那个香精油的香气，哇，很舒服。好，他妈买了这一台之后呢，这一台总共要五万加精油六万。他买了回去之后，他发现他家的浴室空间那个淋浴间太小吗？他家没有浴缸，但他妈妈买了一个水氧机，这个一定要好。他妈想说，哎，不行，我水氧机已经买了，我没有浴缸怎么行呢？再买一个浴缸。他妈就买了一个浴缸，好，他妈就买了一个浴缸，这个浴缸大概五六千块，买回去之后。发现浴缸根本放不进他的淋浴间，所以这个厕所大概就是他们这边是马桶，整个厕所大概是五分之三的空间都是这个浴缸。然后他们家大概泡了一个礼拜，一个人泡过一次就再也没泡了。现在这个浴缸在家后阳台在种花。他妈妈还买过什么呢？买过这个滤动机，也是知名品牌的滤动机，但是上面他可以站在上面就可以瘦身，对不对？可以消脂，这 OK 啊，好 OK， 也很 OK。现在在干嘛？在这边。这是置物架堆杂物，衣服什么都堆在上面。有没得？接下来买了一台这个，舒展你的脊椎。拉筋，这个很好用，很好用，很好用。一开始都会觉得很好用，到后来放东西也很好用。哎呦，杂物变杂物区。所以我说，女人啊，真的不能闲闲没事在家里啊。妈，我讲你买，唔惊拢做会用的啦。好用。
对不对？不然你问你女儿，有一天用得到啊，对不对？是不是？那你的呢？你的会像那样吗？哎，我的都有一些纪念的价值，感觉很赞哎。对啊，是不是？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好可爱的小背包，好美哦，这个红色很美，色。你不要跟我说这个又是什么保值，后面又多少钱？哦，它也保值，是真的，因为只要小箱一定保值嘛，它都涨价了，而且都涨了，那时候。好像13万多吧。那其实现在我不知道多少，这个应该代购也要20。然后因为我那时候会买这个，是我觉得我那时候我有出一个那个联名锅款，对，然后是紫色的。我自己那时候来回跟韩国一直在配色，然后我就说，哎，我要紫色，挑挑挑，就挑出了一模一样的颜色。而且那时候我就是我已经锅子出来以后，然后我就有一天我觉得，哎，业绩达标，好开心哦，去逛个小箱，哎，怎么小箱也有这个我的锅具颜色一模一样的，而且业绩达标，对，然后是不是很开心，就要犒赏自己，没错。然后我，但是因为我买了以后，我从来没有就背出去啦，为什么？我今天才特别带出来而已耶。它很可爱是没错，但是因为里面我真的手机都放不下，就是我变我带小孩，我手没有办法就是很自由的奔放的牵小孩或干嘛，我就一定可能要放在口袋，或是叫我老公拿，或是有这么小吗？感觉可以呀。我跟你说，他真的放不了，就是因为他是梯形的，所以他手机我现在已经勉强已经塞很多东西进去了。嗯，对，就大概这样而已哈。手机这样都放不下哦，真的就是会被老公嫌弃，因为就是真的没有带出来过，因为他就说我放在那边就浪费了。对，他觉得我就是没有在用这样子。对，这个鞋子很可爱，刚一摆上来，我想说哇，这什么鞋啊，好可爱啊，这个颜色，哎，现在最流行的这种水泥色，哎，对不对？这是藕色的吗？啊，我色盲。就是那种现在最流行那个三个字叫什么？木兰迪、啊、这应该也放了应该有两三年、但为什么你这个废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跟你这是买给谁的？就女儿，一个7岁，一个5岁。7岁还不能穿吗？还不行，就是我跟我女儿去逛街，然后她就说妈妈这个好好看哦，然后她就硬要试穿，然后就试穿，那时候他的脚，我就想说，哎，好啊，那也赶时间，因为我老公说快点快点，然后我们就偷偷过购物这样子，然后就，哎，好吧，那老板帮我拿出那个就是小 CK 的，然后是最小号童鞋这样子，然后就是，然后小孩就穿了，就我没有想到说。带回家以后才发现，哎，还差这么多。因为它高筒套进去，以为可以，对，我以为可以，然后就哎不行哎，而且还包色。好啦，有一天可以穿了。对啊，可以啦，我觉得这个都算是好看的东西啦。但是应该不会，都蛮有眼光的。还好。对啊，接下来这个东西嘞？这个呢？这个烤面包机。这个我有一台。烤铅笔机。我跟你说。它是那个碎纸机，因为我本来就是因为家里碎纸机，因为家里是不是很多一些什么账单啦、啊，有没有一些比较个资的有住址？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吧，那我去买一个碎纸机，因为大家也是网友推荐，是轻巧方便，不占空间，这个书局就买得到了。对，你也有一台啊？而且对，好用吗？我用了以后就已经放好柜子里，应该也有10年以上吧。就是觉得很累，来哦，看看这个洞好不好？很，就是比较迷你版，迷你版。好，在 A4 呢是进不去的。对，折啊。好啊，你一定要折。你好聪明哦，不愧是阿强。嗯，对，我们折。来，宝贝，是你转还我转？这要两个人合作、啊。让我来。自己在家里就一个人而已。我跟你讲，在家里就一个人哦。来，好不好？这样子放下去，真的很难。哎，我啊，有碎掉了、啊。有嘛。但你有没有觉得我很吃力，很费 力？就是对啊，要一直这样。我跟你讲哦，一堆的话，不是，你没有办法用一堆，没办法，它只能一字一，大概一张吧。你一张到两张，你对是 A4 对折，是足薄足薄的。我当时咱提咧，阿姐唔知虾米宣传，这也算薄啊。啊，咱这都归去都安尼落去啊。想要下去哦，这刚刚好，尺寸刚刚好。转不动，转不动，不行，这样刀片会坏掉。不行不行，你不要硬转。你也没有在用嘛？不要，等一下，看看是不是用力量可以克服的。真的，你坏掉了、啊。你看，出声音了啦，不行啦。不行，你看，我跟你讲啊，你本来要快嘛，你本来要快，对不对？结果你要再加，还要把那些都撕掉，撕掉，然后一个撕掉以后呢，
再分章，来分再打给他那个，对，分章再折一折，然后折去太长不好用，你还要这样，这个可以撕吗？撕撕撕呢？再你知道你有多少工序吗？那我就直接手撕一撕，对，然后好像也 OK。太紧了，你知道我在家里都怎么用吗？我一定要坐在椅子上，然后夹住，也是用夹的，对，跟我开红酒一样，要夹，因为它的那个重心就是没有那么稳，不然你手一直扶，因为它轻巧啦，它轻巧。好，接下来，你介绍那么多用不到的东西，有用得到的东西吗？其实我觉得我介绍都很实用，只是有时候 timing 的问题了。时机未到，时机未到。然后，但这个我要很开心的介绍是说，因为我很爱煮饭嘛，这个是我最近我真的就很喜欢，它是一个真空保鲜盒。然后，因为它这一组里面有很多有大的。跟小的，它有很多尺寸，然后有玻璃的跟 PP 材质。哦，你是说保鲜盒是把吃不完的食物？就比如说你对吃不完的汤汤水水，或是海鲜，或是你要分装的东西，有时候你可能去卖场，很多牛肉啊或什么有吗？因为它还有更大的，我今天只是带小小来，然后它就一大组，然后我就买了好几组，然后就堆在那，然后我老公就一直说。怎么一样东西买那么多啊？干什么？我说没有啊，就是你不觉得食材就要先进先出，然后就是要就是有保那个保鲜保管，因为它这还有 QR code， 你知道？我就说，哎，你老婆很聪明哎，你还可以智能呢，你扫一个 QR code， 手就是说，哎，我今天这一盒里面几什么是什么东西，可以做记录，对，做记录，是不是很厉害？智能哦，跟你讲，后来我老公还说什么哪有啊，不东西就马上赶快吃吃就好啦，买那么多就几一组就好了。对，说不行，我就是要很多组。最后我买到这个东西，因为跟你讲，它是多功能的。这个棒子就是万用棒，这本来是否他的，对，电动的，电动就算了。好，它就是什么盒子，他的他们家的都可以真空。然后就一直买一次的系列，后来买到这个以后，老公再也不骂我了。为什么？他因为他爱喝酒嘛。是。然后因为有时候他自己一个人喝酒，开一瓶红酒。红酒啦。然后一个人可能喝不完，因为我不喝酒。然后我就说，哎，老公，这个很厉害，这也才200多块。而且它是周边的商品，我跟你讲，我来抽真空给你们看，它就是喝不完，对不对？然后我们就塞下去，哦，这样按下去，抽真空，延迟酒的那个氧化程度，然后保鲜保持它的那个酒的那种气味。那都是好加在，你有买这组，无买这粒嘛无好啊。哦，这个对啊，一定要买，一定要这个，所以你幸好有买这个，因为它就是万用棒嘛，是不是很棒？对，棒棒。所以为了要买这颗的人，你要先买这一组。就这一组里面就会，它有很多盒子，就会有直接付一支了。只是我买了太多组被骂了，老板会不会很贵？不会，它才3000多块，有时候特价。你自己说不准，听听破哥怎么说。决明买过最废的东西就是他的那个香奈儿的小废包，因为除了颜色跟他的联名款有像以外，装不下任何东西，除了装不下手机以外，那能要干嘛呢？完全不能干嘛。然后呢，连那个 BB 卡都装不进去，所以变成我就他背这个包出门，我就变他的行动包包。然后呢，所有东西，指甲油、眼药水，然后那些所有的面纸、手机、提款卡都要帮他拿，所以那干嘛带包包呢？不要带就好了嘛。重点是那个包不是几千块、几万块，是十几万，好吗？十几万，我的十几万，把我的十几万还来好吗？还给我。哎，很计较哎，很计较。对啊，你看头前拢讲到咱咧无咱无呢，啊，讲到十几万的时阵，我就好大。对啊，激动什么？激动什么？现在拿出来用啊，也要赚一集通告费。好啦，这个看完以后真的是不管怎么样，好不好？不管我们今天是备而不用，还是买了不用，还是什么都买回来用，其实这都证明了一切，就是你们是生活在非常富裕的环境之下。哎，对，有钱才能买嘛。对，所以你才可以这么随心所欲的说我要买这个，我要买那个。嗯。对不对？你知道我有听到一个说法，他是一个日本的作家写的。他说我们这个金钱呢，你一定要让它流动，流动你的缘分才会流动。如果说你把你的钱全部留在身边，那就表示说你新的缘分就不会来，新的缘分不会来呢，就表示你的钱就不会流动。那不会流动的话呢，我跟你讲，那你就不会进财嘛。真的，啊，不会进财，有道理。所以那怎么办？所以我跟你讲，真的就是想买就买，好不好？相信呢，我们就是聪明的人。
我们是聪明的人，所以我们会聪明消费，所以我们才能让这个金钱的这个能量呢源源不绝，哎，往这个正向的地方呢来流，有这么创造一个好的结果，对，创造一个更丰盛的财富，嗯，所以我们就买吧，好不好？讲得好，哎，开心开心，你继续买，我觉得你这样买好可爱哦，真的这样买你看多有情趣啊，家里又有话题可以讨论，好不好？这有时候做手部运动也不错啊，对，好，爱买万岁，阿财万岁。